有人能猜出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是我最近入的最贵的一款露营装备，也是世界上最轻的户外防火台，来自 Monaro。 废话不多说，我先给大家炫耀，不是，先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个就是它的完全体，网面不计成本的使用了钛的材质，底座是三根细细的不锈钢条，加上金属的连接丝线，所以你猜一下它的重量，只有100克。不管多少次拿起来都会感叹，哇，真的好轻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带去户外。虽然只有100克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网面并不小，手臂一样长的柴火一样可以放上去。它的受力结构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受力的方向还有它底部弹簧腿的设计，就算用力往下压，它的腿部也不容易弯折。官方承重是500克左右，但我实际测试下来1公斤也没有问题，只要合理的分配重量，不管是取暖还是野炊都没有问题。总的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偏科的防火台，把技能全部都点在了轻量上面。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我会更推荐你用火风的落红或者 Pico Guru 的398。但这一款防火台，它代表的是户外人对轻量化近乎变态的那种追求，薄如蝉翼，仅仅100克的重量，就是可以让你忍不住的去喜欢它。如果你也是喜欢轻量化的路友的话，无敌推荐。